好，各位同学，我们来把一个宫廷小戏的体系啊，就是参军戏，可以说来龙去脉，一直把它梳理到这个现在的相声。这可以看出几点现象呢？第一啊，你看，一种文化统系，它会不会因时因地而有所调整变化？会，第一。但是呢，变化的有时候是形式。但是它里边的精神面貌，譬如说参军戏的根本是什么？古籍诙谐，对不对啊？用一种滑稽的形式在娱乐人们。那么这一点呢，它一直到相声都还是如此。第二，它的形式虽然也从中会演化演进出啊，从里边的样本呢，会演化成为别曲杂剧。可是这维系这个统系的参军戏，它一直维系非常怎么样？简单，对不对啊？古籍诙谐。而且运用的是一种对比的形式，在推动他的这个艺术，像这些呀、是我们看得到啊，经过研究。第二呢，就是一种自学啊，如果不是经过我们这样仔细的。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去探索，然后发现哦，原来唐代的参军戏、宋代宫廷的杂剧、金代的杂剧样本，它其实就是它的第一。那杂剧样本呢，发展成为南戏、北戏、大戏的时候。他还会在里边穿插运用，插入性的运用，进一步融入性的运用，最后碎变转型，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梳理，各位就是学术里边要追求的，你把这些探索清楚以后，那么他这个统系就成为一个可以说在学术上他就站立起来了，是言前人所未曾言发前人所未曾发，像这个就是学术里边最高阶层的所谓创发性，各位创发性，类似这个就是，好，今天呢我们再谈另外一个论题，如果参军戏是宫廷的小戏，那么民间呢？也有一种民间戏曲小戏，民间戏曲小戏的祖师爷就是这个踏窑娘。在以前，任何学者都重视踏窑娘，但是踏窑娘的定位。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被运用这个资料的人各种不同的诠释啊，比如说把它抬举的最高的就是那个我很敬佩欣赏推崇的仁纳别先生啊，他的唐戏弄，他有个书叫唐戏弄，会写吗？唐代的戏的弄啊，他这个唐戏弄啊，这部书啊，我曾问过许多我的朋友，我说怎么样，唐戏弄你们如何？看不下去啊！我说啊，我是很努力的把它看下去，看完了。而且呢，因为我很努力的看下去，我了解仁纳别先生他自学的那个精研和他的深入，不厌其烦。可是因此怎么样呢？他是疏于剪裁啊，行文就枝蔓，有时候就产生矛盾啊，产生矛盾。像这些呢，我们对前辈啊，对古人啊，啊，也要有这种批判的精神。像他就是这样子。那我从他的里边体悟很多，体悟两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参军系，因为参军系里边的许多重要资料他都挖出来了，太遥良的重要资料他挖出来了，所以我省了很多的资料的收罗，但是他处理资料的态度方法确实不是很科学的，啊，有时候他想的太多，啊，有时候又没有想得到，所以他终于判定参军系、宋杂剧为科白系。所谓科白系，就是用动作编白在演出的，等于我们现在的话剧。这一判断就怎么样？就完蛋了。因为呢，戏曲小戏是什么？是不是是不是话剧啊？他的这个艺术精神主要是什么？歌舞了嘛，他是歌舞，是我们中国戏曲的呢，那个最重要的艺术成了歌舞，他毫无问题，他是代言体的。像这个他就没看出来，所以我才定位他为宫廷小戏，啊。这一差别就不一样了，那踏遥良呢？哇，他把他抬举到非常的高，说踏遥良啊，是具备了所有戏曲的条件，他是一个完整的戏曲，完整的戏曲，中国戏曲就在这时候就算成立了。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怎么样，又是很根本的问题。戏曲构成的成分就是元素，请问这是元素本身，同一个元素本身有没有经出之别啊？啊，比如说同样音乐有没有民间很粗糙的音乐，然后发展到高级的音乐，啊，歌唱艺术只是满心而发，适口而成，歌谣这样直接唱出来，到后来讲究怎么样，凭着声韵、咬字、吐音、分析字音，这样的歌唱艺术呢，啊，也就民间歌谣式的歌唱，啊，后来发展到
是一种艺术歌曲的演唱，每一个演唱，舞蹈也一样。有没有原来的舞蹈是？我们说一种自然音律的、自然节奏的一种律动。可是发展到后来是肢体的语言，眼神怎么动，一举手一投足怎么都有它意义，这就形成怎么样肢体语言。那哪一个高啊？你有没有看到民间的这个舞蹈土风舞就是这样踏两步，什么它有肢体语言吗？它只是凭着节奏的律动让人感觉的一种美感，啊，那一种舒坦、舒服的情绪的抒发的经验，啊，并没有像我们这个什么碧云天、黄叶地，唱一句，眼神所处都要表示出这个歌词的意义、情境、思想、情感，没有，所以他忽略这一点。而事实上我们所说的这个踏摇铃呢，它只是一种民间小戏，也就是它构成的艺术元素都是初级的还是高级的？都是初级的，所以它只能有小戏的观念。也因此你们曾老师创发出来小戏大戏的观念，解决了两岸戏曲研究的很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这个缘故。大陆学者没有小戏大戏观念，啊，我们有小戏大戏的观念，知道一个原生和发展成熟中间那个绝大类型的差别，啊，好，类似像这样子。我们呢，在由这个踏摇铃呢，它所记载的原生的地方，它演出的形式啊，各种相关的资料，还是利用我所说的。让资料说话，去一条一条的排比下来，因为它都支离破碎的，情况是和参军系的资料是一样的，所以运用的方法也一样，不要小看，因此所得到的。也都是怎么样，像集意成裘那样的，把原来的丁丁点点构成像裘一样的整个这个面貌，宛然，都是采取同样的方法。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在排比资料，在从资料里边截取它的要义。这一段资料里边最精彩、最可以拿你来使用的，啊，那一部分是什么？就好像一个雕塑家，他把一个精美的艺术品完成，他常常呢所用的资料的来源，那个材料来源是很多的，这些很多的资料里的这个材料。有的可能就在一棵大树里边取怎么样，取其中某一部分可以应用。一个大厨师傅炒一道了不起的菜，你知道有时候怎么样，一头猪就煮取哪一个肉啊，取其中一头猪里边的一个小部分肉啊，啊。那然后呢，汇聚成一盘这个什么呢？了不起的菜肴。同样的道理，这种这个集意成裘法，
在艺术啊，那美食炒菜啊，都会同样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么一来，我们会发现哦，原来呢，在唐代以前，流行于唐代的这个乡土的民间小戏，太遥远。当他到宋代的时候，哇，他在民间就叫杂班，就叫扭园子，啊，他呢到明代呢就是过景戏，啊，过景戏，到了清代呢就发展了为我们北方的秧歌戏，啊，北方的秧歌戏，长江流域的花鼓戏，东南的采茶戏，西南的花灯戏。你看这个整个系统就建构起来了，而它的这个根源经过学术的处理。请问我们在戏曲研究里边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处理啊？那我们把它处理出来。我这篇文章呢发表了很早，是在香港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的。好，那么请各位看这个讲义的目录。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呢很喜欢把一个题目之下它的纲领列举的清清楚楚啊，有没有？这是一般人都不这么做的啊。一般呢在文章里边让你自己去找，可是呢我就把它列举在前面，让读者先了解我的纲目是什么。事实上读者先了解这个纲目，先了解这个纲目对他有没有帮助啊？有很大的帮助。他知道你这个大概说什么，他在阅读就知道你的理路没落了，是帮助读者呢能够导引他，引读者引他为这个什么呢，导引他为所谓引人入胜啊，引人入胜。我也和各位说过，我很不喜欢有些人就像一张脸里边让你看不出他的眉毛、眼睛、鼻梁、嘴巴啊，因为他写出来只有一二三四就这样，没有标目。就像你看一出戏，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光这样这样来分啊，这好像很现代，可是我认为其实这是不对的，没有必要的啊。这各位可以啊，因为呢一个理路的清楚，没落的这个昭然呢 这个清晰啊，是一个很基本的根本啊，根本。所以请各位来看这个目录。这个前言呢虽然不一定有很多话啊，但是总有一个开端啊，有个开端比较好。前言大概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是拿我们的整个书来说，就是在这个书里边他接续哪里来论述的啊，他又要进一步如何开展啊，类似前言就是导引读者的一个引子。那在前言里边啊，不
前言的第一节，我们叫踏遥年考树。各位，为什么要踏遥年考树呢？就是这一段踏遥年的原始的资料啊，读者的解读法都不太一样，不，学者的解读法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就要特别把它原始资料把它列举出来，好好的去分析解读它，把这个原始资料弄得清清楚楚，然后你再能以此为基础来参照其他的资料。各位知道资料的运用啊，是各种不同的方式的，但是要正确，不同的需求你论述引用运用就不一样。如果很长的很长的一段资料，那么这个呢全部引用下来啊，会产生文章产生个什么现象啊，是文章你自己的文章显得因此松懈了呢，还是紧凑了？大家都感觉到松懈，对不对啊？所以引用长篇的资料是要忌讳的。可是如果这一段资料是我发现的，别人从没有看过的，哎，光凭我发现这段资料就是学术的一大贡献了，懂不懂啊？这个劣势这样是我发现的，大家都没看过，我就整体把它弄出来。那这一段资料有什么重要性？你就要发挥这一段资料的重要性，所要发挥的解读它的这个文字就要多还少啊？就要多啊，就要多，这样才能撑住怎么样？你这一段整段资料的这个压力啊，也才能发挥这段资料的意义价值，这是一点。第二，这段资料，凡是探讨这个问题的人，没有不引用的。虽然它长，大家就会怎么样？你取一块，我取一块，我截几句，他截几句，每个人所截所取的都不一样。于是就产生了怎么样？对块这块资料的解读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因为你没有看到全部，大家解读它，截取它，因此产生这个歧义性太大，争议性就先出现。这时候你就要整个把它摆出来，然后去探讨争议，比如说哪一句话，哪一句话是谁怎么说怎么说，谁怎么说，为什么错误？哎，他说的对，对的有道理，但是下边又错了。把这个呢，就要经过一番讨论，就要使这些啊看过、运用过这些资料的人再看你的呢，就会服于你的新的见解。我们曾经用过哪一段呢？庄家不识郭难，对不对啊？是元代的杜仁杰，他是一个乡下人，去这个看戏，从看戏演出之前的敲锣打鼓，开门收戏票钱啊，然后进去如何演出，演出又转移到如何结束，
这中间的解读啊，老天爷啊，是各式各样都有。那我就把它一个一个的加以批驳，啊，建立自己的观点，然后说像这样的重要的资料，我们对元杂技演出的了解、正确的看法应当怎么样？这个就是什么呀？就像天下大乱的时候，同样在中华大地，是不是这中华大地这块土地，大家都要抢，要居为争王图霸，啊，个个都想要做皇帝的，人人都看了。可是呢，你就要一个一个去把它平定，扫除这个什么呢？各地方的烟火，然后你统一天下，那个方式其实道理也差不多，差不多。这是长篇资料的第二种类型啊。我为什么说这类型？因为你们没有，还没有经过啊。你们将来呢，听了课堂记住了，将来哦，这就是老师所说的，我可以应用什么？你就拿想起老师给你成语的钥匙，否则的话，类似这样长篇的资料，你就要夹叙夹议，把它的要点提在你的文字里边，啊，插入你的文字，发挥连缀。开展进入你自己的叙述口吻里边，使这一段资料溶解在、融化在你的论述里边，这个就紧凑了，就紧凑了。所以你运用的方式说，比如说，从庄稼不识郭难。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元杂剧的演出的历程，开始是怎么样，接着是怎么样，里边会引用到里边的文字，啊，原始文献，啊，说可见，啊，那时候也要像有现在的戏还没开演前要敲锣打鼓，啊，我们以前乡下剧场演戏是不是这样的啊？戏还没开始就敲锣打鼓，啊，这个也一样。类似这样一边叙述，这篇文献就融在你的叙述里面。啊，这一个能力一定要有。那么如果短的话，直接引用，啊，保留它文献原来的面貌。啊，不必要再截取，因为它本身短嘛，你把人家的原意引用下来，之所以要截取，都是为了要紧凑，使论述的序幕不怎么样，不显得累赘，不显得这个太过无杂，啊，那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尤其短引用出来，你可以发挥，可以发挥，啊，那么之间原始文献和你发挥出来就可以相得益彰，相得益彰。好，我们呢对于这段资料啊是要特别的加以考述的，考述的缘故。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含义解读有在许多学者的争论之下有问题，第二太阳梁所引发的问题，那么引发出什么问题呢？这就是含藏在太遥梁里边
没有直接说出来，资料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后来有许多和它相关联的，就是我们对这个资料的含义内涵有没有推展呢？反正推展就向上提升，向前开展，向下怎么样？这个深化，不外乎是这样子。好，第三，诵经之串题杂班和明代过景系考述，也就是说太阳阳到宋经就变串题杂班，到明代就有所谓过景系。那这个副题呢叫太阳阳之嫡派近现代地方小戏之先驱，是先驱。那这里边就宋金的串题杂班过景戏分三节。第四，清代醉白求所说的地方小戏，为什么要特别把清代醉白求所说的地方小戏举出来探讨呢？缘故是清代的地方小戏发展到最高的情境，地方小戏从明末开始在中国大地滋生繁衍，而到这个乾隆年间呢是一个高峰。那么乾隆高峰时段的记载就是醉白求，我们现在乾隆以后到我们现在的大概都经过调查记录，我们现代人做的调查记录，这个呢在中国大陆了不起做了一个各省的戏曲志，叫戏曲志，但是是各省，好像有33册，应当是33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出版第28册的时候啊，你们在座有的老有的同学老师施德裕教授啊，我就要他做地方小戏研究。他每一天清晨，我说你把这个书当作是我借给他的，还怎么样？我忘了，总是28册，一册一册翻，告诉他怎么找，每一册都是这么厚的，都这么厚的，翻找，如何分类？所以他就写出了第一部书《地方小戏》，及其先写音乐研究，后来博士论文叫做副教授是地方小戏曲音乐研究，生教授是地方小戏及其音乐研究，类似这样子的。就是他第一个运用的资料。那因为这个戏曲志，它的了不起是怎么样呢？是经过每一省的县里边的这些艺文工作人员，在他县里边去调查最基层的剧种，记录调查。从剧目、剧团、演出、音乐、特色各方面，有什么文献资料，再呈到中央，不是呈到省里边，省里边再把它精简、挑选，再呈到
中央的中国这个艺术研究院啊，那里边的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就是戏曲研究所的工作研究人，因为我的辈分比较高，我当初和他们认识大概基于中下年纪的啊，老的像郭汉成、张庚这些人，那底下这些大概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和他们都很熟。这些人在费了很大的功夫，把它呢编辑成每一省啊，浙江戏曲志、湖南、上海这样，这是一个大典，大典。后来我也，他们也给我挂了一个名，叫昆曲大典，就把目前能找到的昆曲资料收罗编辑。可是我远在台湾，啊，我就推荐了蔡欣欣教授，我的一个学生，政治大学，叫他负责台湾的部分。说台湾的部，台湾戏曲志，因为台湾的昆曲大典的这个是蔡欣欣负责，我是挂了个空名在编辑委员上边，啊，我当时要奉献一个了不起的东西，就是我费了很大的功夫去录制1990年代中国大陆还没有能力、还不重视昆曲的时代，我把中国大陆南北六大昆曲团，南方的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北方的北方昆剧院就是北京，和湖南的湘昆，六大昆剧团的经典剧目，经典剧目，我的方式说，你这个名演员，你的代表剧目是什么？你演的最好是什么？我就把它录制下来，而且用三机作业，三个机器同时录，啊，有导演，有直录的做资料，导演的做观赏，导演就导演在那边大镜头、小镜头，这个可观可赏的。那么这两套呢，一共有135出戏，啊。这些人在当时候都是四五十岁，是艺术炉火纯青的。现在你看1992到现在多少年了？20-30年了，对不对？现在这些人都是和我同样70-80岁，演不动了。所以他成为昆曲的大宝典，海内外都极重视。而且我当时候呢高瞻远瞩，我就主张三期作业经典剧目要观赏，这个资料保存、观赏、教育多元性的运用。当时和我一起做的是洪维柱教授，主席室的是我，我不客气的说，啊，现在大家呢都慢慢把我湮灭掉了，我也不争这个，不争这个，但主席室的是我，啊，这个对昆曲的贡献很大，啊，各位，所以像这个。地方戏曲志，
所记录所这个记载的，其实就是由我们这个大摇篮这个系统展现开来的。你看到现在三十几册，绝大部分的内涵就是这些。施德一教授因为能够抢先把它写成书，所以他那个书就很畅销，很畅销，就可以再版。他在这个东北啊，参加两岸的这个学术会议的时候，他就发表这个论文。当时的郭汉成先生啊，年纪也不小，现在的郭汉成先生大概上百岁有了，啊，上百岁有了。那个张庚先生已经大概一二十年前就去世，啊，他还活着，啊，瘦瘦的，他一我请他讲话，他就上台没完没了，啊，我都是骗他说，郭先生啊，先第一段落讲到这里，等一下再发言，啊，他好好好。当然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老人家就这样，一上台拿麦克风就不知道下台。好，他就极欣赏施德一，他说对着大陆的学者说，你们啊，费那么大的功夫精神所做的成果啊，人家会运用的居然是台湾的施教授，所以写出了你们不能写的东西，哦，那当然我们是觉得很受鼓励的啊。可是也是因为啊，资料的运用，说学术对资料的运用啊，是极关重要的。我的戏曲学里边第一章就是戏曲资料论，谈戏曲资料有哪些类型？有文献，有文物考古，有田野调查，还有呢，田野访问、剧场观赏。当然，文献还是排第一，因为文献还是很根本。文物。田野是来印证文献，印证文献。所以戏曲的高难度和所需要资料不下于任何一个文科啊、历史啊、社会学啊、图书馆学，绝不下于高难度。何况我们还有艺术呢，文学还要艺术啊，啊，好，各位再往下看。因此呢，我对于清代这个醉白球啊，等于就反映了在我们近代啊地方小戏之前的面貌啊。我从剧情内容看，从曲牌音乐看，从腔调音乐看，从编白曲词之造语看啊，造语就语言，从角色出处排场三方面看，从戏曲的各种不同角度层面来关照乾隆极盛时候的地方戏曲的概况。然后第五，近现代地方小戏形成之进路。你看这里边有六项地方小戏怎么样形成的，以乡土歌舞为基础而形成，以小型曲艺为基础而形成，以杂技为基础而形成，以挪舞为基础而形成，以小型偶戏为基础而形成，以多元因素结合而形成。这六项因素如何完成的呢？
我在大概四十几，就是民国七十年代，我是读了华东戏曲剧种介绍。华东戏曲剧种呢，其实才50几个剧种而已。我从这50几个剧种，我当时就去归纳，写了一篇呐、地方小戏原生的进入，及地方大戏呢发展，完成的这个进入，类似这样的文章。那我当然把这个就交给施德义，叫他再补充。所以前边这个什么呢？前边这四样是我原来有的，施德义呢又在补充第六项，所以这六项统合起来呢，你看，我们常说把一些这个原理抓住的话，你百变不离其宗啊。哪一种戏曲地方小戏一抓来看，这是由什么基础形成？由什么基础形成了这个小戏的特色就出来了。因为不同的基础的话，它的特色会不会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以歌舞为基础的，那么发展出来小戏，它的特色就在哪里啊？土风舞嘛，乡土歌谣这些的直性特色之美。你如果以这个什么呢？以这个杂技，以杂技，那就地方小戏的杂耍特技的特色就在这个小戏里边了。所以它不同的元素产生的小戏，就不同的艺术执行。所以这个你看，中国小戏有好几百种啊，它就归纳在这六条体系里边。各位，这也就是学术。那么上面你把它建构起来你施德义还有建构的这六个基础，整个中国大陆你去做田野调查，文梅记下来，这是以杂技为基础的地方小戏啊，文梅就知道了啊，这一定有什么什么，他等一下就知道。你们有没有踩高跷啊？你们有没有这个吞刀吐火表演啊？它里边的内涵特色就自然呈现，不杂不乱。好，请各位打开讲义。佩勋，你来替我念啊。先从第一段呢念到那个踏遥岭的第一段资料。好，这一句话是很高明的处理法而为避免枝蔓，因此行文只在表明个人浅见，对于前辈实显之高论，如无必要则不更以引述或批判，这样就摆脱了怎么样还要和人啊等人呢在文章里边纠缠，因为你把它提出来一定要批驳它，那对一个读者来说啊，
这是很大的负担。而且对一个作者来说，你明明认为他实在是错误了，这可以不必要，但他还有，比如说他有这个见解是对的，人家的见解是对的，有一点点小毛病，你就要提出来，他哪一点对，但是他毛病在哪里，否则的话，你把人家的好处也变成自己的了，这个就不对了，这个是学术良心就有一点小偷的味道了，好，接着。首先，将与太阳娘相关的原始资料如列如下。以下。以下索引资料根据内容排序：一、唐崔令卿《教坊记》太阳娘云：“北齐有人姓苏，抱鼻，食不是，而自号为郎中，是饮酗酒，每醉则殴其妻，妻贤卑，素与邻里，时人怒之。丈夫着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喝之，云：太遥喝来，太遥娘苦喝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太遥。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志，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今则妇人为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调弄又加贬酷，全失旧旨，或呼为谭柔娘，又非。好，这一段资料呢，排第一，就是他的原始资料。各位再往下看，第一啊，宋征兆，这个可以读抄啊。这列说苏武啊，然后第三段，宋月史杨太真万传啊，第四段资料，唐维炫的刘宾客家话录，第五段资料，太平一南的这些，第六段后晋刘询的旧唐书，第七段又唐段安解，第八段资料翻过来宋陈养，第九段明方已著，第十段旧唐书，第十一段全唐诗。各位，可见我这个资料的排序是不是按照时代啊？是不是按照时代？当然不是。如果按照时代，怎么宋代之后出现台？出现宋代，然后后边又出现唐代呢？可见我这个资料的排序一定另外有道理。那我说，这个以下索引资料将其内容排序，所以可见它是怎么样？它是就内容类型排序的。那也就是说，关于这段资料的内容类型，它有没有变化？是有变化的。那把同样内容类型的摆在一起，他们之间的这个资讯才可以互相激荡、互补用，这个是可以看出来。好，我们现在呢来看这个第一段资料，我们要把它解读得很精细，为什么？它原始根源，你如果对这个原始根源没有弄得清清楚楚，那么下边呢就会含混，就有时候啊，这个一知半解。因为我发现好些学者是这样子的，他对原始资料没有弄清楚，
还有各位对于一段资料的引入，你要使它清清楚楚，第一最根本的是什么呀？你标点符号一定要怎么样？十分精确。不要小看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标的不好，表示你的理解度是不十分的，不要小看这一点啊。比如说别其有人姓苏，好比好比长青春痘了啊，你们知道那个鼻子的青春痘可以挤出一大堆那个青春，这个什么来，实不是，他其实根本没做坏啊，自号为郎中啊。郎中呢，在以前呢，地位郎中就类似现在的司长，部会里边的司长，四品官呢，官不小了。但是这个官呢、啊，后来慢慢我们说江湖郎中，对不对啊？这江湖郎中就变成什么了？做医生的啦。那因为以前有一个医生是做过郎中。嗜淫，哇，他是本党啊，可是酗酒，啊，嗜淫，酗酒，他好饮，好饮酒，但是没饮酒不正常，发酒疯，免罪，则我其妻，就打太太。这个太太倒霉，太太就怎么样，妻贤卑，素以邻里，他含着悲哀向邻里去倾诉，发泄他的不满。注意下边，时人弄之，当时候的人弄之是什么意思，就把它当戏曲材料把它演出来了。弄之就是把它演出来。那么你看那个我标的十人弄之是用个冒号，对不对啊？这冒号底下是什么意思啊？演出的情况。丈夫着妇人衣，丈夫就是男生，穿女人的衣服，可见这个踏摇梁是由男生扮演还是女生啊？男生是男扮女装，各位注意，像这一句就丈夫着妇人衣，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小戏是男扮女装，喜步入场行歌，啊，慢慢的进去入场。什么叫行歌啊？行歌就是踏地为节，一边踏地唱歌，就是踏摇。我们所说的这个。民间艺术的根源呢、啊，就是踏摇，踏代表什么？土风舞的节奏，摇就是歌谣，啊，所以一边以土风舞的步伐唱着歌谣，你看它的艺术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就是歌舞，就是踏摇，就是行歌。你们读诗的时候，以前的乐府诗有什么样？短歌行，有没有？琵琶行，什么行什么行？现在这个行知道了吧？表示这个。
乐府师在演唱的时候，他是怎么样配合着舞步在歌唱的，所以叫弦啊，短歌弦。那如果光这个什么呢，就长歌吟，那么他就不舞步了。每一叠，所以它是按照乐章的，可见它是单乐章的呢，单曲调的还是多曲调啊？多曲调。而他说叠，什么叫叠啊？叠就从头五更调。一更里来，二更里来，三更里来，叫一叠、二叠、三叠，因为同一支曲子的反复叠用、叠用，这是民歌是不是常用的方式啊？民歌的歌舞演出常常就是一个曲调不停的反复啊。我们台南的那个什么，台南的那个。那个什么鼓啊，车鼓，车鼓，对不对啊？啊，弄弄在唱，啊，都是反复的。说我们每一叠，旁人齐声贺之。各位，这句话告诉我们，在这个演出的时候，有没有剧外人在那边帮腔啊？这个资讯就是很注意啊，要剧外人帮腔，他演出的艺术的特色是弦歌，而且歌唱是一个乐章反复一个乐章，每个乐章总有人帮腔。你看看帮腔的历史有多早啊？帮腔这个在中国呢是非常古老的一种歌唱艺术。的现象。那么这个帮腔的这个内容呢，就吟，所以你看我标点是旁人齐声贺之，吟吟就在贺之的那个话，太遥贺来，太遥良苦贺来啊，他一定是这样，太遥贺来，太遥贺良苦贺来，这样在那边帮腔。一方面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太遥，形容他歌唱艺术的特色说出来了，就行歌就太遥啊，贺来就我们大家的帮腔。因为你看太遥良呢被丈夫揍扁了，很苦啊，丈夫没喝醉酒就要打他啊，太遥良苦贺来，以其且不且歌，故谓之太遥。他告诉我们为什么叫太遥良啊，因为他且不且歌，就行歌。以其称焉，因为你看这个称焉里边又透露了一个什么信息，这个主演者有没有兵白啊？一定有。哎呦，我那一口子哦，这个都你喝醉酒就把我打不打成这样，各位你们看看啦、啊，什么？这些称焉就是一定这样，说他有兵白，他这个兵白是不是代言呢、啊？称焉就是自己说的话，所以是代言体的。你不要小看称焉这两个字啊，他是代言的，有兵白的，啊，故言苦，及其夫字，哎。后来他先演了一段了，第一场是他在那边叫苦，第二场是什么呀，丈夫来了，就进入第二场的演出，则作窝斗之状，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以为笑乐。那夫妻在那边打架，旁边的人会不会高兴啊？打，哎，
这样坏的丈夫啊，要从哪里打？什么什么就吆喝，大家就鬼叫鬼叫，就是这。今者妇人为大家在这，则作恶斗之状，以为笑乐。好，这又是最原始的言法是到这里。各位，我们曾经说过，在汉代的这个百姓的这种表演艺术里边，有一种集合体叫做脚底戏，有没有？脚底戏是用一种对立的演出。这个踏摇梁是不是这一个系统延伸下来的脚底移风啊？夫妻打架啊，也等于脚底那样，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艺术统序传播到民间，还保留了那个脚底的遗风，也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些字里行间可以诱发出来的元素，是我们在这里分析出来的，别的学者是有也没有到这么周全的。所以你要先，我们后边是有啊。今者妇人为主，好，现在呢，踏摇梁改变了，改变成什么呢？女人来扮演，睡不呼郎中啊，就不叫郎中了，但引阿俗子。把这个人就叫阿俗子了，而且调弄演出的时候又加典故，又增加一个典故。什么叫典故啊？管理当铺的人啊，管理当铺的人全失旧职，说和原来的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他记载的这么样，这样简单，我们实在不太清楚。啊，后复为谭荣梁又飞，哎，有人又把他，因为这个女主角，她是妻子，所以就把她叫做谭荣梁。他又和原来的也差别了。各位可以看出，崔令钦在唐代末年呢，记载这个宫廷演出的踏摇梁啊，他一方面记载过去的演出的形状，二方面也点缀了说现在演出的变化，有没有变化？两个，不在男扮女装的。第二，加了典故了。那么加典故，就变成有两个人对演，我们后来所说的二小戏。现在是不是发展为三小戏啊？三个角色的典故。那这个典故一定是什么？可能啊，丈夫喝醉了酒，又钱都花光了，太太就拿着什么东西要去典当。那典当的当铺老板呢，看到他有两就调侃他，就这个什么戏弄他，啊，做出一些鼓击诙谐的动作。所以又加入为三小戏，一定是类似这样。也就是说，这个小戏本身有没有发展呢？也有发展，名称也改变，啊，阿俗子或者谭荣梁。那么以后我们引用到的资料，如果有阿俗子、谭荣梁呢，是不是有这个系统下来的？就这个系统下来。啊，佩欣。你慢慢的往下念，啊，带着各位看这些资料里边出现了什么。
人欲其宿醉，多劝其酒。五奴曰：但多与我前，虽吃锥子亦醉，不凡酒也。今呼吁妻者为五奴，字苏轼。好，这里边又出现那个这个什么男主角有名字了，对不对啊？苏武奴，而他太太呢？这个也由这他爷俩变化成有什么？类似后来娼妓的味道了啊。好，第八，第三。这只是提到了其中有人一个歌妓里边呢，有专门演出踏摇梁的，他本身也被称为踏摇梁啊。好，接着。四，唐韦铉《刘宾客家话录》，隋末有河间人。这个村痞酗酒自号郎中，每醉必殴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为悲怨之声，则摇顿其身，好事者乃为假面以写其状，故为踏摇娘，今谓之谭娘。好，各位，这踏摇的摇就变成什么呢？摇摆的摇了。所以和那个言字边的摇意义就不一样了，所以演出这种踏摇梁的时候，摇摆的摇的时候，他的身段动作一定怎么样？应当更加妖冶啊，或者是这个扭捏啊，而且他什么呀，又露出来个谭娘，这谭娘显然就是什么的省略啊，谭荣娘的省略。好。五，太平御览卷五七三，乐部十一歌四，引唐段安杰乐府杂录。踏摇娘者，生于隋末，夫河内人，丑貌而好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其色美善歌，乃自歌为乐府之词，何硕演其曲而披之管弦，因写其夫妻之容，妻悲诉每摇其身，故号踏摇娘。近代幽人胡改其制度，非旧旨也。好，可见呢，这个唐代的时候已经改成旧制，这个可以和前边的崔令钦的教坊记啊相为呼应。但时代呢，你看前边是北齐啊，这里说生于隋末啊，这个可以看出他在时代上又往后拉了一点了，拉了一点。这里边很重要的一句话，何硕演其曲而披之管弦，有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哎，有管弦乐的伴奏了。各位要知道，我们的戏曲音乐的配搭演出啊，你们把它写下来，我把它观察的结果啊，是这几个部曲。第一部打击乐，第二部加上管乐，
第三加上弦乐。为什么管乐在先呢？因为管乐近于人声，人的声音啊，最后才是管弦合奏交响。所谓这个丝竹更相和，丝就是弦乐，竹就是管乐，更相和就是管乐弦乐这个合作啊，这是四部曲。那他这个已经怎么样，管弦都有了。好，接着非正声至教坊于晋中以处之。太姚娘生于隋末，隋末河内有人貌恶而嗜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其妻美色善歌，为怨苦之词。何硕演其曲而披之管弦，因携其妻之容，其悲诉美摇顿其身，故号太姚娘。近代幽人不改其制度，非旧职业。好，这个也继承前边的资料，稍作修改。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踏摇两歌谣的摇变到踏摇的摇，摇动的摇，是因为他演出的这个夸张啊，这个的那个姿态有所变化，而且摇和摇是同音啊，同音，所以这种额变也改动了怎么样演出的形式啊，改出演出的形式啊。第七，好，我们为什么把这些都要引出来呢？因为要说明现在在这个唐代啊，踏摇两终于被列入杂耍特技的表演，宫廷杂耍特技的表演，而且呢是这个基于其中之一啊，和所举的这一些名目是等量齐观的啊，所以他也是在百戏里边引了其他的是来呈现这个。好，接着。
太姚羊，羊头魂魄，九头狮子，弄白马一钱，寻铜跳丸，五火吞刀，旋盘金斗，悉在其中矣。好，宋代呢，到了宋代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苏趴戏。那这个苏趴戏从内容看来，显然是什么？就是踏摇梁，或者摇动的摇，它一系列下来的啊。但是它为什么改做苏趴戏呢？是因为那个主人公在那时候被传说成苏趴啊。所以，而且时代呢，由北齐、隋末又提前到后周，这些时代呢，就看传说不同，它记载就不一样了。好，接着。你看这一条又有一个新名词，就是苏中郎戏啊，又一个新名词了。好，接着。十旧唐书卷189郭善运传，宗周数以进城及修文学士与之宴集，常令各校记忆以为笑乐。工部尚书张习为谭荣梁武将作大将宗近卿武魂托，左卫将军张洽武黄张，左金吾卫将军杜云弹诵婆罗门柱，几世中李行言唱驾车西河，中书舍人卢藏用校道士上章山韵独奏曰：臣无所解，请诵古诗两篇，弟从之。于是诵陆明蟋蟀之诗。这个呢，主要在说明，你看唐中宗的时代，那一些大小官员对于宫廷的这种百戏啊，包括这个谭荣梁武，你看谭荣梁这时候的表演呢，已经转化成舞蹈了，啊，而且名字又改成谭荣梁武了，而且连大臣都可以来做这些百戏杂技的演出，好，先谈先接着。其声鹤，琴交戏与传，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莲。好，谭荣梁呢，在这个诗里面歌咏呢，就是表演谭荣梁的这个时候所看到的场景啊，举手整花殿，翻身舞锦筵，这是谭荣梁舞蹈的样子。还马嵬行处匝，人鸦看长远，啊，是骑着马在看这个路边的演出，人很多，歌要齐声鹤，哦，可见你有没有帮腔啊？有，琴交戏已传，可见他的兵白是怎么样？不是随随便便的，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年，啊。那他说：“哎呀，这么一个小女生，怎么可以演出这么了不起的东西呢？”好，各位，下边这一段呢、啊，我们呢，因为下课了，摆了这么多，就是为了下边这些。啊，你们回去仔细看。以上七条资料，首三条从慢慢分析，慢慢分析。
你看这些原始资料是不是非常的琐碎啊？那我们怎么样把它补绝下来呢？念一段做样子看。以上11条资料，首3条为踏摇娘，4至6条为踏摇娘，7至9条为苏州郎系，或2条为谭荣娘。其中8条之苏趴系与9条之苏郎中系，其实皆同7条之苏中郎，故合并为一。这4个戏剧名目，踏摇娘与踏摇娘应同属一物，苏中郎与踏摇娘从乐府杂录与乐书并列为二看来，显然为不同的两句，但其间必有血缘关系。谭荣娘则是由踏摇娘进一步发展的唐代新剧，它可以像长飞月所用以戏剧形式演出，也可以像郭山运传所记以单纯舞蹈演出。好，看看这个把类型分开了，从大处给它分野了，好吧，就到此为止吧。你们就看看，就注意老师是怎么样去把这样零碎资料变化成为主体的观念，你们要从这里边学习，好不好？这才是我们呢，我们这个课是高难度很高的，很高的，你们多学一点。